金六杰这一位新兵的事情，我们了解他是他并非宜兰县的县民，那因为最近有感冒的现象，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感觉胃就比较差，为了谨慎起见呢，因此送到医院呢来做检测。那目前呢，这个案属于社区扩大检测的个案，那检测结果我们会尽快了解以后向大家报告。不过目前还是属于社区扩大检测，所以相关的这些防疫的准备，我们也都跟请金六杰持续进行中。那所以他有味觉异常的现象？据了解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因为就说很多感冒都可能会有，所以我们不敢说他，但是小心起见，我们还是给他做个检测。但是他并没有旅游史，也没有接触史，家人也都没有症状。